last part。 谢谢，好温暖。你别走，你别走。我跟你说，你唱的这首歌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，就可能是我最近每天起床都会听的这种风格的类型，就是会给我一种感觉，真的很舒服，而且我特别喜欢，我很愿意去听，你懂吗？就是有点像 CD 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真的是哇，他既专业又有撒娇那个劲儿，就是他的声音会打动我的。You are so good， 好不好？谢谢。他也是，他刚刚也是很惊讶，真是唱的特别好。感觉上技巧很好，但已经让人听的时候忘了你的技巧，反正感觉你整个人在这个作品当中很统一。好，对，你唱歌真的你就像一阵风一样，吹得我们都就真的就挂，就你感觉浮萍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有个问题啊。啊，你有什么问题？你能听懂他们刚才给你讲的点评吗？我不懂。他听不懂，你刚才说那么多，听不懂吗？听不懂。我说的你也听不懂吗？我听不懂。You can understand。一点点啊，我听懂一点点，还有很多我听不懂啊。Which language you can understand？ 英文可以。But 我不会。泰文可以。好，你刚才夸他夸那么多，你说一句他能听得懂的中文，你试一下，夸他，一句话啊，你唱歌好，唱歌好，懂，会好，你唱歌会让我心动，对。好像明白了，懂了。You know what I mean? You made me heartbreak.、Oh. I saw you stage, you know, because you got the feel, because you feel the stage and you sing. Your voice is perfect. You, everything is what I want. You made me heartbreak. Yeah. 确实，他说中文真的太可爱了。对，谢谢。对，但我觉得你说英文更可爱。我不是那种可爱，你知道吧？就说明你英文发音不太好。哥哥不要这样子哦。你不要这样对我。好，谢谢你，真的很棒。谢谢，好温和。开心的不得了，给了我们就是很大的信心，觉得那是什么天降神兵，就天赐团宠那种感觉。有请下一位。他唱歌很好听。各位教练好，我是来自天浩盛世的陈卓璇，接下来我带来我的个人才艺，钢琴弹唱《无羁》。无羁就是陈情令的那首歌。
折了，声声入耳，我的暑假回来了。陈卓璇的钢琴弹唱给我挺深的印象的，选择了非常适合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去展现自己的优势。他的声音就是干净透彻，那就是完美。陆老师听完之后一直在跟我说，哇，完美，炸了。然后弹琴，然后整个感觉零瑕疵。对，而且你真的整个舞台的，包括所有基本上无瑕疵。而且你的假音也很高，也很好听，而且你的真音也很舒服。他的真音用真音转的也很舒服。对，谢谢教练。谢谢。好的，那你先休息一下，辛苦老师再来搬一下琴。那小碎步两步倒着，等一下。最后一位，希琳娜一高。他唱歌超好的，在我眼里，101个女生里面，希琳娜依高可以算得上是前十位的实力 vocal。教练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梦想强音的希琳娜依高。我为大家带来的歌是《Someone You Love》，先让我开个嗓好吗？好。超厉害，超厉害，期待可以期待一下。When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, into night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, I let my guard down and then you pull the rug. I was getting kind of used to being someone you love.太喜欢了。